你数一数，你数一数到几啦？我数到了。嗯，非常棒，记大铃铛。好了，等着阿康啊！阿康加油！你这个家伙三天两头的就是生病，动不动就发烧。不要搞掉这个，坐好，夹稳啊！调皮。看牙齿，咦，中间有虫洞了。你看中间被虫吃了一点了。嘿，我要种它。不要搞掉，我要搞掉会烂了。这个是玻璃做的。嗯，不能搞掉，掉了会碎。拿到了。差点忘了我的雨伞。这还没飞人呢。我的雨伞呢？好歹我的。跳皮是吗？喉咙有一点点红，然后今天有点咳嗽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吃了点那个炸鸡上火，开几天退烧药吃一下。去一趟超市又一大袋东西。等一下要吃一次药啊。